些，我尽量去预测，在明天晚上可能还有一道强烈的寒流将会来袭。别问了。阿公，我要过地球超人。哦，好啊。啊，我跟，跟对。哦，你坐着啦。从小，我最喜欢阿公。阿公永远顺着我。阿公，你姐姐很健康，就哥哥健康。你叫伊娃。啊，你有吃青椒哦？全部吃光光。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要怎么样欺负阿公。阿公，我被夹爆。哦，错，夹这多久啊？我把阿公当成许愿池，阿公也让我任性耍赖。哎呀，哦，台湾跟日本队哦要比赛，你甲阿公斗阵看，哦。你当过你。当然，平常在台北忙着工作的爸妈也对我很好。我当小声一点。哎呦，你阿妈煮的汤很好喝，你我大声对吧？那个，但比较起来，我还是喜欢那个总是护着我的阿公。阿公，你吧，你吧，你吧。哇！阿公，你怎么带个软条条？阿公，你还是输啊！大汉人就是爱吵架，我是不敢啦。阿公可能早就想到，我们有一天会分开。而我自己是到了那一天才知道。终究，我跟爸妈一样，变成一个为生活拼命的大人，努力陪伴老板、同事。我会忘了那个从小陪我最多的人吗？哦，这健康好的。安怎来啊？啊，你安怎来啊？好，在家，车停后边。哦。阿公嘞？好像看电视了。没关系啊，都。啊，平平的。不会的，我看你把下面比了。这天好厉害哦。相信大家都对执行计划非常了解。我跟阿公真的越来越远了吗？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多声后。我是不是能为他做些什么？阿公，吃饱没？有啊，陈兄嘛有吃饱。跟你讲，阮头家给我一个新的工课呢。有影？啊，恁头家有甲你加薪无？有啊，当然。好，好，搞搞搞搞搞。不过过年的时阵，可能就无法再回去了。啊，我。哦，唔要紧啦，哎哦，头路开要紧。好，啊，你也加油哦，吼。好。我能做的几乎只有一件事，为了他，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。阿伯，全国电子送电视。啊，
我订电视呢。有啦，你看，台北刘志同先生啊，叫他上来家的啦。来，请。可你准备跟谁对？加。好。喂，阿公，有收到无？哦，起码等你到啦。你暗时四点的时阵，你要看新闻台哦。啊？你看就对啊啦。好啦，我会看啦。啊，F 七点的 F 啦。哦，好啦，爱看哦。我先去无用。好，你进去无用。我做到了吗？阿公会知道，其实我也很想陪着他吗？还是阿公不在意？他会永远笑着等我回到他的身边。心意带给想陪伴的人，全国电子就甘心，甲地订货，乙地送货实施中，还有30期零利率，再送投期款现金。